邀请大家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在今天是圣灵降临节的当中，愿神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阿妹吗？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让我们为了今天的聚会来祷告，求神的圣灵大大的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主，在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要欢喜快乐的赞美你，主，我们要自由跳舞的来敬拜你。愿主你的圣灵今天早上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来做行事，主，愿你的圣灵今天早上就动工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说愿神机器是不断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在敬拜中，主耶稣，我们就经历主你超自然的运行，主你超自然的恢复在我们当中。主，愿我们每一个人凡有需要的来到你面前，主耶稣，你就供应我们。主，软弱的到你面前，主耶稣，我们就得着刚强。愿主你的圣灵今天大大的充满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求。Amen， 让我们自由来拍手，来欢迎神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圣灵，圣灵，我们真欢迎。
早上主，我们要向你唱新歌，我们今天早上要更多来赞美你。 Praise 就是赞美，赞美就是我们的武器。让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教会是充满敬拜赞美的教会，敬拜赞美是我们得胜的力量。 Hallelujah， 让我们一起来拍手。Let everything, let everything, let his breath, let his breath, praise the Lo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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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t everything, let everything, let his breath, let his breath, praise the Lo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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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赞美，在山顶赞美，在缺心中赞美，怀中人赞美。就算孤身奋战，保重我赞美。赞美如同大水，从所有仇敌。一起来唱，只要仍然，只要仍然呼吸，我就要大声唱 Praise the Lord, oh my soul.Oh my God.
心中，我无法沉默，因主你活着，不能隐藏在心中。耶稣是的，主啊，赞美是我们的武器，主啊，赞美就是我们在高山在低谷当中的力量。耶稣，愿我们更多更多来敬拜你，就让我们不论在低谷，在困难，在经历了许多苦难的时候，耶稣，我们依旧相信主你仍掌权作王在我们的生命。Yeah.
稣，是的，只要行在主你的旨意，主我们凡事都能做。Thank you.
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开路者。主，你相信吗？弟兄姐妹，你们相信吗？神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的神，神是在我们的困难当中，在我们低谷当中依旧为我们掌权的神，神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每一个地方为我们开路的神。神是让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当中的神。好不好，一起开口来祷告，将你的需要，将你的需要摆在神的面前，求神为我们开路。因为圣经上说，神是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的神。神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大事，神要在你的生命当中为你来征战。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耶稣，我们感谢你。这首歌就是我们的宣告，主，你是为我们开路的神，主，你是那神迹创造者，主，你是那 miracle worker。 主，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说我们要经历更多，主，我们要经历更多。主，在过去一个礼拜，主，在祷告会的当中，主，相信主你已经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在当中，但主，我们不满足，主，我们要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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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未能见你的东西，其实我未曾见你的东西。你不改变，你永远不改变，你不停歇，你永远不停歇。其实我未曾见你的东西，其实我未曾见你的东西。你不改变，你永远不改变，你不停歇，你永远不停歇。其实我未曾见你的东西，其实我未经历你的运行，你不改变，你永远不改变，你不停歇，你永远不停歇。其实我未曾见你的运行，其实我未经历你的运行，你不改变，你永远不改变，你不停歇，你永远不停歇。开路者，神迹创造者，心事不变，从真光，我神你从不曾改变。你是开路者，神迹创造者，心事不变，黑暗中真光，我神你从不曾改变，从不曾改变，从不曾改变，从不曾改变。神迹创造者，心事不变，黑暗中真光，我神你从不曾改变，从不曾改变，你从不曾改变，你从不曾改变，你从不曾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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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不曾改变。主啊，你是在过去、今日、以后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依靠你。主，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谢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主，特别在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主，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相信当我们信靠耶稣的那一刹那，圣灵就已经充满我们了。但圣灵，我们需要更多的有你，我们需要更多的有你，每一天来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每一天更多的渴慕你。相信当圣灵充满我们，必有神迹奇事随着，忧伤都会变为喜乐，软弱的会变刚强，瘸腿的会起来行走。主，祝福我们，让我们在圣灵的充满当中重新得力，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谢谢主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在今天神，我们恳求你让我们经历你真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主，不管是身体的医治，还是工作的突破，家庭的问题，神都交托给你，让你来解决。因为你是最伟大的神，是行奇事的神，是全能的神。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最后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再一次把掌声归给神。要请弟兄姐妹继续跟我一同站立，我们要来攻读神的话。今天有两处的经文，第一处在以赛亚书的60章第1节到第3节。请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约书亚记1章5到9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阿们。愿神的话祝福弟兄姐妹，请坐。在播放消息报告之前，有额外的报告哈。一个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是这个圣灵降临节的祷告会，所以邀请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10天的祷告会的最后一天。那晚上我们会有恩膏的敬拜，所以会特别为弟兄姐妹来服侍所以邀请弟兄姐妹晚上可以一起来参加7点半的祷告会，是7点半哈，不是10点的，今天晚上是7点半的祷告会。再来，我们的天国花园呢这个
百合花盛开，所以这个花园同工邀请大家在主日崇拜之后可以到顶楼去拍照，去赏花。那我们要搭电梯搭到四楼，然后走到六楼去，所以请大家搭电梯到四楼，走到六楼去。那天国花园开放的时间大概到两点，到两点，所以欢迎大家崇拜之后可以到顶楼去走一走，赏赏花，也可以在那边敬拜神。好，接下来我们来观看本周的消息报告。大家好，我是以真。大家好，我是有宁。欢迎收看本周教会消息。主日更守圣餐，下周是更守圣餐的日子，邀请弟兄姐妹回来和家人们一同拨饼领圣餐，领受属天丰盛的祝福。圣灵降临节即将来临，复活节后的第40天是耶稣升天的日子，门徒们将聚集在马可楼上等候耶稣所应许的圣灵，直到10天后就是五旬节，圣灵会浇灌在每个门徒身上，教会的复兴就此展开。因此教会举办了为期10天的复兴祷告会，5月12号与19号晚上7点半到9点，地点在鸿运文创中心3楼音乐厅。这是教会一起同心祷告属于复兴的时刻，让我们在这10天效法门徒们渴慕圣灵的充满，并为自己、家庭、教会、城市还有国家来做复兴的祷告。2024虹桥传道会儿童牧区夏令营森林探索报名开始，除了有好玩的游戏、戏剧之外，我们更要一起发现上帝创造的美好，发现上帝创造的孩子身上有哪些美好的特质呢？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上帝的美好目的，让我们一起来发掘吧。时间在6月30号到7月2号，3天2夜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借宿鸿运文创去淘鳗鱼，报名费用为2500元，6月3号之前报名会有早鸟优惠，啾啾啾，2200元。欢迎升小1到小6的孩子们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心如老师。2024虹桥桥里嗨青少年夏令营 Arise and Shine 即将登场。在今年营会中，再次眺望我们对神的热情，与神的关系更加坚固，在家中、校园、职场带来祝福，一起兴起发光。时间是在7月5号到7月7号，地点在白水溪教会，参加对象是升小5到大专生，报名费用是1个人2000元。即日起到5月14号有早鸟优惠，1个人是1500元。报名费可以交给青少年的辅导们，或是主日后到1楼夏令营柜台缴交。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请洽杨展生弟兄与蔡迪恩姐妹。停车须知，感谢南盟电机愿意每周主日都提供场地给教会停车使用，盼望各位弟兄姐妹以珍惜与感恩的心来回馈我们的好邻居。有几点注意事项，请大家多多配合交通同工指引。请勿将车子停放于车棚内、厨房前，或是摆有三角锥的地方，并且在12点前将车子移出，以免停车场关闭。以上是本周教会消息，大家下次见，拜拜。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跟隔壁弟兄姐妹打个招呼好不好？宪平牧师这个周末在温哥华的天堂教会服事，所以请大家也为他来代祷啊，明天就会回到，明后天就会回到台湾了。好，这个你们很想念他哈。好，这个我们的教会今年的意向是兴起发光，所以我们很希望看到弟兄姐妹在各个领域上面都能够兴起发光为主做光做盐，不管在职场上面，还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或者是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突破要先邀请曹青弟兄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他在职场上怎么样
兴起发光。好，我们欢迎曹兴弟兄。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哦。那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跟各位兄姐来分享我在职场上那所经历到、所见证的神的大能跟恩典。那这张照片不是在介绍那个相片中的新人哦，他是在因为有十字架的大能跟恩典，所以我有重生的机会，就认识了主耶稣。那我也就在102年5月19日，在旧的天桥教会受洗，成为第一代基督徒。那今天是5月19日，所以是很特别的日子。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105年12月的时候，也在教会中这边来分享到我的见证，那是台语堂。那时候教会有个意向是2020年要有220个小家，那所以我们在牧师的教导下，我那时候是单亲，所以我跟三个女儿就每个礼拜六做家祭坛。那后来也那牧师也很恩待我，就颁证了一个匾额，就是天桥之家的匾额哦，就是来推行这个家祭坛。那我在隔年也跟那个我太太，就是上次来做见证分享的陈琳姐牧师，就是天使姐姐，她我们结婚后，我们就一起跟我的妈妈都在客厅里面做家祭坛，那由她来司琴跟敬拜。好，那下一张。好，那因为牧师一直在教导我们，就是说要跟神求，所以，要像亚比斯一样，他的祷告跟神求扩张境界。那我在110年7月16日就升调到台中服务。那我在这个新的单位呢，我就每天早上晨更，那就是用亚比斯的祷告来跟神求扩张我的境界。那很奇妙的，就在祷告以后，就过了几个月，在10月19日那一天，我就感动说，我想要成立一个团队来做工程检探，所以我在10月21日，我就召开了一个工作小组会议，我就找了一些人来。那很奇妙的是，在11月隔了差不多不到半个月，11月5日，我们的署长就我们长官就说他就找我们到他的署长室。他也说了他的减碳思维，他要做工程减碳，但是他只是想，但是要怎么落实就交给我们来办。那因为那时候工程界是没有人做过，那在国际上也没有这个资料可以搜寻，所以我们团队呢就接到这个任务以后，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是一个挑战，所以我找了很多的，就找了几个人。但是呢，因为后来在曾经被有一个同事说，因为这是工作之余的工作哈，它不是纯粹的业务，这是临时交办的工作，而且对未来是没有所谓的一个目标的，只是有，但是做到做不到不知道，所以他就拒绝了我。那时候呢，我就在晨更的时候就想到神的一句话哈。就是二人不同心，岂能同行？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请神让我在这团队中要找哪些人，他就给我的启示。所以我就找了，我们就成立了一个7个人的团队哈。下一页。好，那其实这个工作是一个做了以后才知道是真的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事，而且是一个不可能任务，因为在国际上甚至国内都没有人做出来，也没有所谓的资料可以查。好，那
所以那时候我们团队之中一定有人埋怨啊，这个就不要做，反正长官交代了他，但是也不一定做得成。哦，那所以我们就说就有人气馁。那我是跟他们讲说，我感谢神透过我们署长，因为如果没有他想要，即使我自己想要做，可能也会有阻碍，所以他就授权给我，那我来推动这个。那所以我很感谢署长，他给我们这个又大又难的事，那也让我们有机会透过企业的方式发挥创意思考，跳脱既有框架，然后去做这些。然后我们在执行过程中一开始人家说鬼打墙，找不到方向，但是很奇妙的是，每次我成根在某一段时间，神都会给我一些的启示。那所以我就透过祷告，我也跟同仁讲，就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居然就一一的突破了。好，下一页，下一页。好，那个影片没办法播，我们现在看这个影片。水利署针对水利工程提出减碳参考指引，更通过英国标准协会 BSI 认证，有利于未来净零碳排的要求。水利署每年推动300多件工程，碳排量却难以考究，因此团队从去年11月开始，从规划设计到施工营运，透过自行那旁边是拍手，我们署长，预算管理这是部长。这项机制可以在编列工程预算时直接计算出减碳成效，让所有工程达到减碳目标。这是历史性的一刻。站上舞台接受认证，响应。哎，对，那个可能顺序的关系，所以这次的颁奖是在110年的11月，那我们是在110年11月交办这件事以后，我在111年的2月，几个月中就完成了初稿。那我们期间再透过第三方公证单位帮我们认证，然后在11月来颁奖。那我们这两本指引是完全是由我们7个人自己所做出来的，我带领他们做出来的。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城市的撰写，就是旁边最高的那个同仁，我们的同事，他是基督徒，所以这团队里面。我跟他是基督徒，那我感谢主，因为有他，我们那程式会就可以去写。那因为他会写程式，但是整个这个过程跟架构或是所谓的程序，因为没有个方向，所以我们来导方向，收集资料，那透过他写程式来完成。那我也跟同事在实际上在讲，我们工程减碳要从心里做。不是因为谁指示而做，而是我们为了这个地球而做。所以这个经文我就时常跟他们讲，无论做什么都是要重新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但是到这样就结束了吗？没有，因为这是111年的11月颁奖之后，很奇妙的，我在祷告中又很多的想法，那我也就去推。但是都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结果，但是推到112年的时候，发现这个结果真的是令人惊讶，只能说赞美主。我们看等一下的新闻简介。受证典礼上，水利署署长赖建信从英国认证单位 BSI 营运长谢俊豪手中接过证书，水利署推动超过2年的净零减碳，创下佳绩。长赖建信坦言，最大困难是做行为转换，这回拿到认证，从计算方法到计算机器，都由署内成员发想，为减碳奠定一大里程碑。好，谢谢。下一页。那我们做了全球第一个，哦，全球第一个，而且透过 BSI 英国标准协会，它是英国的一个公司，那在台湾有分公司。那这个公司呢，也很积极的想要去了解我们在做什么。那因为什么？全
我那时候我们在推这个时候，已经欧洲有9个国家，那亚洲有日本跟韩国，哦，那都在推工程减碳的，就是所谓 PES 2080的一些计划，但是台湾一个小小的单位做出来了，好，哦，这不是一个国家的国科会或是什么去做出来的。那这两本这本手册跟程序书，主要是依据我们的指引，还有 PES 2080的程序架构去写出来的，所以这是全球的第一个哈。那当然，我就也跟同事在分享，因为我们在开小会工作会之前，我都会跟他们会前一个祷告，然后跟他们大概说，其实就是今天那个牧师所提到的经文哈，就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个成果虽然是经过第三方公证单位的认证，但是也是神的认可，然后被建立起来。那我相信透过这个是要来转化我们职场的氛围跟属灵的环境。好，那最后我就因为我常在祷告，所以我深信我靠着那给我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把一切不可能的都化为可能。那我也借着今天的分享，是要让各位兄姐知道，家祭坛，你的就在家中筑祭坛，它真的是可以改变，不管你职场或家庭的氛围。那我也要跟一些未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认识这个又大又活又真的神。这是以上我的分享，谢谢。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姐妹开始依靠神之后，很多神迹奇事就发生。当我们在讲兴起发光的时候，其实神在鼓励我们兴起发光，他有一个祝福在我们身上，就是他继续讲到说他的荣耀会照耀在我们身上，他的荣耀会照耀在我们的身上，甚至我们也要成为万民万国的祝福。这是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看曹青兄，他因为做出了这样子一个成就，让这个不止他们的部门得到荣耀，台湾都得到荣耀，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听他在报告有点像公务员在报告但是我也听不懂啦，那是什么专利啦，但是就觉得很奇妙，神竟然可以使用我们，让我们在职场上发光。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开始有信心哦。今年要一起来领受，好，今年要一起来领受这个。但是神有一个前提，神有一个前提，他的荣耀要照在我们身上。前提是什么？就是兴起发光的兴起这两个字。兴起是我们的责任，神要我们兴起我们的信心，神要我们兴起我们的勇气，要兴起我们的力量，神要我们先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主啊我愿意，主啊我要摆上这个祭坛的时间，我要花时间来亲近你，我要花时间读你的话，我就相信神啊，当我兴起的时候，你的荣耀会照在我的身上。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以色列百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在准备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遇到了一个好像他们这个旷野的路最困难的一个关键时刻。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差不多40年的时间，已经快要到迦南地了，这个就剩下了几个关卡，剩下了几个关卡，他们差不多就剩下这个前面的约旦河，然后耶利哥城，还有几个城，就差不多要进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间点，摩西死了。在这个时间点，摩西死了，他们的精神领袖被主接走了。
好，被主接走了，要不要先帮忙把他带出去好不好？好，协助一下，好，谢谢。好，好，让他可以在外面被服侍被祷告。好，感谢主，我们在聚会的当中神与我们同在。好，神借着不同的方式在服侍我们。好，神借着不同的方式在服侍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讲到哪里了？好啊，摩西死了。 OK， 好好，以色列的精神领袖被主接走了。哦，这个，所以他们现在遇到一个群龙无首的状态。哦，那这个接棒的约书亚呢，哦，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就是一个经验不足的毛头小子。哦，那他接棒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继续的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哦，我们可以想象当他一上任之后有多少的声音，质疑的声音，约书亚可以吗？他行不行啊？他有没有摩西这么厉害啊？所以大家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想法，特别在要准备进入到迦南地之前，他们需要先跨过约旦河。但是这个约旦河不是一条小溪流哦，约旦河不是那个我家前面有萧河那种小河。约旦河我们如果去看他们当时候要经过的地方，其实是很宽的一条河。那那个河呢，圣经在描述的时候，他们要过河的时间是水涨的时间，是水涨起来的时间。约旦河水如果涨起来啊，它会高到可以灭顶的一个高度，这样你们明白这个水涨的程度了。那这个灭顶的程度甚至可以把房子给冲走的程度，那我们就要去想象房子都会被冲走了，人是很困难走过去的。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如果走一走剩不到几个人怎么办，对不对？大家都被冲走了，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约书亚面对着前面有约旦河，后面有一群以色列的百姓看着他，现在要怎么办？还有过了河之后还有打不倒的耶利哥城，大家一定会质疑啊，一定会怀疑，他真的可以吗？约书亚真的可以带我们进入到迦南地吗？所以对约书亚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的任务，但上帝就在这个他认为最关键的时刻跟他说话了，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约书亚记这段经文。上帝跟约书亚说，这是你兴起发光的时间。神在跟约书亚说，我必与你同在，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所以今天要借着约书亚记 这一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神帮助我们的四个秘诀，借着这约书亚四个经历，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年我们都要兴起发光。第一个，神会在关键的时刻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神把你放在某一个位置，或者是放在某一个地方，是为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可以使用你，可以让你发挥作用，发挥影响力。神让我们放在某个位置，放在某个地方，就是为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使用我们，让我们发挥作用，发挥影响力。约书亚记的一章九节这样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跟约书亚讲了三次你要刚强壮胆，代表上帝知道约书亚其实是很害怕的，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现在该怎么办？约书亚其实也很软弱啊，哇，这个压力也太大了吧，过去大家的目光都在摩西的身上，忽然转到我的身上了。所以上帝也知道约书亚可能没有什么安全感，会很害怕，但是他鼓励约书亚说，我会让你看到神迹，你不要去想你是谁，你不要去想你有多少能力，因为你根本做不到，所以你只要去想我是谁就好。神在跟约书亚说，你只要去想神是谁就好了，
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所以他才说我们要兴起发光，他的荣耀会照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自己有荣耀啊，是神的荣耀会照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勇气不是没有恐惧，勇气不是没有害怕，勇气是什么？是在恐惧当中我们仍然凭着信心往前走。约书亚就是这样子，他还是在害怕的里面啊，不然神不会跟他讲你要刚强壮胆，但是他就是凭着信心继续的往前走。我们有不要小看小孩子，这个好像他们什么都不懂。圣经说神的能力是建立在孩子的口中的，孩童的祷告是可以使仇敌闭口不言，意思就是可以使仇敌被打败。所以只有当我们回转向小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国临到啊。所以说起勇气，有时候小孩子的勇气比大人还要多哦。怎么说呢？这个孩子很愿意被神使用哦，神就使用他们哦。不论有时候我们不管跟孩子说什么，他们都会全心的相信。你只要跟孩子讲，你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会好，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去做。哦，但是你跟大人讲，大人会怎么样？真的吗？哦，这个我有这个能力吗？哦，这个我昨天好像也才骂了小孩耶。哦，我这样子洁净吗？哦，我们就会想很多。但是在信心的里面，祷告是什么？孩子不是根据逻辑在祷告，孩子是根据信心在祷告。我记得有一年我去美国的伯特利教会哦，他们讲了一个见证，就是他们有一个短宣队要去服侍一个教会的特会的时候，他们是西家带眷的短宣队，是西家带眷的去服侍，因为他们的孩子也可以为人祷告。所以就在特会的当中，有一个大概190公分的弟兄，好，就在那边等着要被服侍，他就被分配到一个10岁的小孩要为他祷告。所以一个您可以想象，一个190公分的弟兄看着这个10岁的小孩，是谁要服侍谁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你来真的吗？这样子他就开始质疑，他甚至问说你真的要为我祷告吗？然后这个孩子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怀疑？我可以为你祷告哦，而且这个孩子还跟他讲说你会被圣灵充满。然后这个大人更冒问号了，想说你是来玩的吗还是什么哦。然后这个后来这个孩子就去搬了一张椅子来，然后站在椅子上，然后为这个大人按手祷告。他一碰到这个大人就说耶稣触摸他，这个190公分的弟兄就倒在地上哦，就迷流了，然后就被圣灵充满了。然后这个小男生呢，就看着旁边的人，你看吧，我刚刚说他会被圣灵充满吧。弟兄姐妹，孩子就是这样子的单纯。所以为什么圣经一直在讲战胜仇敌是因为孩子的祷告？耶稣也要我们不要禁止孩子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应该要回转向孩子，我们不是说我们都要叫小孩子出来祷告，而是我们要回转向孩子一样，有这样的信心，不要去想逻辑，只要相信说神会工作，神会使用我们。第二个，神会在关键的时刻塑造我们。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走到约旦河的时候，就在面对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是他的关键时刻，他该怎么做？我要过河呢？还是要怎么样过去呢？还是前面就是迦南地了，我们已经走了快40年了，不能白走。哦，这个他还要面对到以色列百姓的批评跟质疑，所以他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什么？依靠神，让神来做。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选择逃避退缩，我不要做领袖了，你们再找别人。哦，但是我们来看他做哪一个决定哦？第3章5到6节。约书亚记的3章5到6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面前前头走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约书亚告诉百姓说：“我们一起准备好来经历神迹吧。”
约书亚没有躲在背后说你们换一个领袖吧，他告诉百姓说我们要一起准备好来经历神迹，明天上帝就会做奇妙的事。神借着这个关键的时刻塑造了约书亚的信心，借着先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你要刚强壮胆，我会与你同在。约书亚就相信神的话，开始跟百姓说我们一起来期待神的工作。上帝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神迹奇事，其实就等着我们去领受而已。那有时候我们会想说，神啊，我这次没有领受到这个神迹，没有关系，神迹永远够我们用，天上的神迹永远够我们拿的。神要行神迹，但是约书亚还特别提醒百姓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我们要怎么样经历神迹过这个约旦河。他告诉百姓说，你们第五节，你们要自洁，你们要自洁。自洁就是什么？完全的降服于神，然后将自己的罪带到神的面前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因为要完全的降服于神，要把自己放下，把自己的怀疑放下。我们明天真的能过去吗？还是我们要死在旷野了？我们要把这样子的想法都要放下呢。约书亚说每一个人，他说的是每一个人，都要自洁，每一个人都要自洁。约书亚他把这个他在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把他的声望压在这件事情上面了。虽然他可能有点软弱，有点担心，但是神也跟他讲你要刚强壮胆，所以他就豁出去，他的信心开始被充电。因为他跟大卫一样，他们都知道神是他们的靠山，所以呢他把一个过约旦河的责任没有扛在自己身上，他把它分给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自洁，你们没有配合，咱们河都别过了，就是这个意思。上帝知道每一个人的状况，所以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自洁，我们是团队的行动，一个人没有做到，我们都没有办法过去。所以让弟兄姐妹预备自己的心，我要过河，所以我要自洁，我要负起我的部分，我的责任，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在这个神迹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过去 十天的祷告会有好多的神迹奇事发生，每天晚上也有不同的见证在分享，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一个教会的兴起，一个教会的复兴，教会的能力是因为我们的祷告，因为弟兄姐妹的见证，所以才能够彰显神的大能。阿们。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的经历神，但是我们要花时间建立祭坛，好像曹金兄刚刚分享的，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建立祭坛，很多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因为我们邀请的是全家人一起参与。你知道有的时候礼拜一，礼拜一是我们都讲有一个英文叫做 Monday Blue， 对不对？好，那礼拜一也是我的 Monday Blue， 为什么呢？因为在周末我们服侍完，常常会听到很多这个弟兄姐妹的苦难。就是牧师啊，为我祷告这个，牧师啊，我需要那个。所以你知道，当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他们的需要，为他们代祷的时候，我们是会把这些事情记在我们心里面的。那我们就会变成我不是讲倒垃圾，而是我们会把它变成我们的负担，我们需要，我们也想要为弟兄姐妹祷告。那这么多的负担在我的身上，我就会有时候会有 kimochi 瓦绿的时候。就是哇，这些弟兄姐妹这么辛苦啊，这么不容易啊，所以我自己也会有一点，有时候会这样子。那当然也包含有些弟兄姐妹有时候会有些的负面的情绪也好啦，怨言也好啦，那我们都要去吸收，都要去消化，所以我常常跟神求一个恩典，是让我从这边听进去，从这边出来，但是常常都没有出去，都卡在这里。那我们家上个月有跟大家分享，我们家每一个礼拜一晚上有自己家里的祭坛，那我们就邀请孩子带敬拜，所以他们都会挑赞美的歌，这就是我得到释放的时间。
这就是我得到释放的时间。当孩子跟我们一起赞美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唱得多属灵啊，而是我知道我们会一起彼此祷告，我们也要求孩子轮流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守望。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的家人跟我们一起敬拜神，跟太太跟两个孩子，我们就一起的分享神的话。好像上个礼拜不是母亲节吗？然后孩子们不是有上来唱歌吗？我跟我爸就在台下，然后就在找我们家两个小孩，然后我就说他们好像在那边吧，因为 很多人我们就可能被挡住了，就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家小孩没上台。就他们不是衣服都穿好准备要上台吗？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说啊，他们朋友没有上台，他们不要上台唱歌这样子。所以我就礼拜天的晚上我就怒气冲天，准备想要回家骂小孩。他们很聪明，他们每次都在我晚从结束之后就已经睡着了，所以我只能跟太太激烈的讨论这件事情，讨论到最后他就一直说你不要再生气了啦，你不要再生气了啦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说明天我们祭坛的时候就跟孩子分享这件事情，因为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服事，不是朋友有没有上去我就要不要上去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回应神的爱的一个方式。所以后来礼拜一的晚上我们就全家人一起在祭坛的时候，很奇妙的那一天我们刚好读到一个经文，就读到这个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要来服侍神，我们就刚好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孩子分享为什么要上台唱歌，这不是一个表演，这是一个服侍神。所以他们就明白了，不是大家有没有上去的问题，是我选择我要服侍神。所以现在在礼拜六的晚上的崇拜，我们也鼓励孩子开始在崇拜当中服侍神，他们就会开始拍照摄影，然后你们如果有机会可以看到教会的脸书跟 IG 的动态，昨天晚上拍的影片跟照片全部都是我们家小孩还有几个孩子们他们一起的作品，他们马上拍完马上就制作马上就 po 上去，七岁八岁九岁的孩子做的作品。我们不要小看小孩子，不要小看孩子们这么小，神是使用每一个愿意的人，不管年纪多大多小，神使用每一个愿意的人。再来，约书亚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经历神迹，他们需要一个信心的跨越。约书亚记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说什么？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旁边讲了，刚刚讲说什么？原来约旦河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你看水有多高。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当他们的脚一踏到约旦河的里面，水就停了，水就停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事情好像这个水一样是拦阻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行的，导致我们失去了信心，导致我们只看到眼前的这个水涨起来我过不去，有什么样的问题让我们没有办法跨过这个拦阻，或者是让我们觉得哦，我们快要被淹死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神已经预备了一堆的神迹在天上等着我们来领，只差那信心的一步，就是向神伸手而已，就是向神伸手要而已。约书亚要求百姓自洁，当我们自洁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神啊，我要过这个约旦河。所以当他们每一个人都尽了他们自己的部分，降服在神的面前，所有的人脚一踏到水里，水就干了，就往前走，就走过去了。信心的发生常常是需要我们这个神迹的发生常常需要我们先有行动，当我们尽了我们能做的部分，接下来的就是交给神。所以当我们先有行动才会有后面的结果，因为信心要有行为，信心要有行为。最后关键的时刻是发生在死荫的幽谷，
因为只有在死荫的幽谷当中，神的光才能照亮我们，神的光才能照亮我们。在准备要跨过这个约旦河的前一个晚上，对于以色列百姓跟约书亚其实是最害怕的一个晚上。我们今天这样做，自洁降服，明天会被踏到水里，水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然后我们就一直的往里面走，然后淹死在里面。所以对他们来讲，有很多不一样的剧场在上演，是一个最害怕最黑暗的夜晚。过去带领我们经历这么多神迹的摩西死了，现在换了一个人来带领我们，他也没有做过什么丰功伟业啊，哦，只有杀了那些拜金牛犊的人而已啊。所以我们跟着是一个屠夫吗？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哦，然后前面又是约旦河跟耶利哥城，我们忙了这40年到底在忙什么？但我们前面讲了，就是在这个时间点，神对约书亚说话，告诉他说你要刚强壮胆。约书亚记1:5说，你平生的日子，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敢跟神领受这句话吗？神啊，在我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在我面前能站立得住。阿们。没有一个敌人可以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神在跟约书亚说，你不要担心，当你为我站立，没有一个人可以攻击你，没有一个人可以攻击你。所以在9，神继续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往哪里去，神必与你同在。神说不论我们往哪里去，他必与我们同在。神跟约书亚说了这么多，就是要给他有信心啊。弟兄姐妹，当我们陷入黑暗，陷入忧虑，陷入一个要做决定的这个关键时刻的时候，我们不要担心，神的光会照耀我们，神的能力会与我们同在，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在以赛亚书刚刚读的这个经文当中，他说到我们可能常常会遇到第二节的部分，说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可能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会经历一些死荫的幽谷，会经历一些黑暗的时刻，但是神说没有关系，黑暗要结束了，因为光明是耶和华要照耀我们，他的荣耀要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的应许。最后我讲一个简单的见证，就是我们在前几天听到的一个姐妹的分享。我们一个姐妹，她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就在她说在去年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工作上很大的瓶颈跟挑战。所以当她在小家在分享的时候她就跟这个牧师说她现在觉得她好像在旷野里面，因为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处理他现在面对到工作上的情况。结果他说，牧师只回他一句话说，那你就在旷野里找水喝就好啦。有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点，然后他说好像也不错，但是他不太明白牧师的意思是什么，心里想着旷野哪里有水可以喝。但是我们从去年开始不是一直鼓励弟兄姐妹要赞美吗？一直要喊哈利路亚吗？所以他就开始为自己做宣告，神啊，我赞美你，我喊哈利路亚，我不断的敬拜你，赞美你。然后就把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就不再看这个旷野。他就说，当他开始这样赞美神之后，他的目光不在这些困难上面，还是会面对到，可是当我们的心已经交给神的时候，他说就在短短的4个月内解决了他工作上的问题。短短的几个月内，神就帮助他解决了。然后你知道，当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对呀，神常常给我们赞美的秘诀，我们都忘记要拿来用。我们常常在东底下乱谈啊，主啊帮助我啊帮助我啊，但是我们却忘了神给我们一个赞美的武器，
让我们借着赞美就可以兴起发光，借着赞美就可以有神的荣耀照耀我们，借着赞美我们就可以得胜，而我们不赞美吗？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在职场上，在家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都要兴起发光。所以让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赞美神，祷告，来寻求神。神会让我们在旷野中找到水的，神会让我们在枯干的里面找到祝福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最后还是要鼓励大家，邀请大家今天晚上一起来参加这个祷告会，7:30开始。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是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的晚上哦，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帮助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先有一个信心，是主啊，我要跨越出去，主，我要跨越出去，我就相信神迹奇事会发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等一下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借着这首诗歌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帮助。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让我们仰望神，让我们越唱越大声，越唱越有信心，盼望这首歌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跟力量。所以当我们今天祷告完，我们就成为那个有信心的人，我们就成为那个可以兴起发光的人，成为卓越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字架。心事完全交托，甚至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字架。心事完全交托，甚至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开口为自己来祷告，让约书亚所领受的信息能够领受在我们的身上，让神不断地对我们说刚强壮胆，因为神必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成为在神的国里面，成为那个有信心的人，好不好？弟兄姐妹，开口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恳求你，主啊，你对约书亚所说的话，主啊，今天也对我们说一次。主，让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不要害怕。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是你的应许告诉我们，在我们的面前，敌人没有办法。
法站立得住，仇敌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所有要攻击我们，所有要毁灭我们，所有要偷窃我们的都没有办法站立得住。主，因为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主，我们就凭着信心来领受，来相信。主，相信当我们凭着信心跨越出去的时候，神迹奇事必要发生，主啊，许多奇妙的事情必要成就。哦，主啊，让我们更有信心的来依靠你。特别今天是圣灵降临节，让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主，让我们领受神的灵。主啊，让我们领受圣灵的大能，圣灵的能力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好，让我们能够兴起发光，在职场兴起发光，在家里面兴起发光。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啊，感谢你，主啊，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哈利路亚！这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最后一次，凭着信心来唱，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今天早晨一起来领受约书亚所经历的祝福。主，也许在他的面前有很困难要走的河流，背后有群众的压力，但是神啊，我们相信依靠你的人我们就不害怕。主，在你的里面我们有信心，主，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你也应许在我们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所以主啊，让我们心起发光，让你的荣耀照耀着我们。感谢赞美耶稣，主，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成为有信心的人。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来预备今天的奉献。我的心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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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主，我们把礼物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悦纳我们的摆上，这是我们的敬拜，这也是我们回应你爱的方式。也愿主接纳我们的摆上，这是我们凭着信心奉献的。我们也相信，当我们摆上，神你会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我们，让我们福杯满溢。谢谢耶稣，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有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哈，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王国森弟兄、黄丽雪姐妹，还有高梦姐妹，还有吗？陈燕宇姐妹跟杨子萱姐妹，张云珍姐妹，郭瑜婵姐妹。好，欢迎今天的新人，在聚会结束之后可以到我们的404新人区接受我们的款待。大家记得等一下崇拜之后可以到天国花园去走走哈。那今天晚上来参加祷告会的，我们要送一个特别的手环哈，这个是可以伸缩的哈，延展的，那是2024年今年特别做的圣灵降临节的祷告会的手环。你有来哦，你把它放在你的包包手上，代表你是祷告的人。好，那只有今天晚上来才有哈。那这个我们同工做的火焰哦，因为圣灵降临节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是圣灵的火降临在每个人的身上嘛，所以我们要拿着这个手环，代表着火降在我们身上，这样子哦。好，不是小叮当的那个。好，那我们一起站起来。来唱最后一首颂的诗歌。主啊，我生起来呐喊，齐声的哈利路亚！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还有圣灵的感动与充满，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
姐妹请坐，今天聚会到这边。